最后一份试卷给到你，告诉我绝对。进度80%，我会尽力的。你不可能算赢一个人类。我是人类最高运算速度的1000万倍，人脑能赢我的概率只有0.0000001%。哥，人脑的运算速度不如电脑快，但在破解加密信息技术上，电脑只能用穷尽法排除一切可能才能得到破解结果，而人脑在这方面有天然的优势。因为加密算法不单纯是一个机械式的运算行为，更关键的是获取加密者的思维方式。 Ctrl 加 F2 不是 Ctrl 加 Shift 加 F2 不是，这明显不符合键盘的格式。算盘没错，他用的是珠算的格式。进来。谢谢。统考现在应该快结束了吧？最后一场是数学，下午4:30结束，现在还剩半小时。知道了。叫小姨，阿金，跑！不用，我一点事都没有。啊，同学们不要紧张啊，你们继续作答啊。Angel，汇报下进度。进度90%，顾先生，很快整套算法都是你的了。还差一点。迷宫的出口就在面前了，还差最后一组编码。最后一组编码是什么？格力。我懂了，把它拆分出来的英文字母 HEAVY， 最后一组编码是字母变形。这同学怎么了？老师，他拿果汁喷我。250，马上把这些资料抄送给股东会，申请停用 VT250。让开。记得我说过什么吗？
这就是你的利用价值。我承认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人，可惜你选错了对手。 Angel， 代码已经到手了，立即开始破云的数据库。是的，顾先生，我会在新加密程序覆盖云端数据库信息前将其破译。肖姨妈，我在行政楼604旁的男厕所里发现了一名晕倒的考生，快过来看看吧。